guns, girls, global domination. Sandy Cage is back. Let's do this.开始啊，我还是挺害怕，特别热爱极限运动。首先是有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技能，然后呢，什么都不怕，胆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。然后其实有一个自己的 team 嘛，等于说我是里面一个成员，人物的性格啊、特点各方面，包括最有意思的这些特技啊、特效这种东西都会保留在里面。如果看过前两部朋友，一定会喜欢的第三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能够去感受好莱坞这边他们的这个电影的。工艺啊，包括各方面，其实是挺有这个必要。老牛了，我没枪，我用的都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的。